默认发货的话，底座跟喷头是分开的，收到货以后底座跟喷头旋转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啊，默认发货是带奶嘴的，奶嘴是欧标市场，欧洲市场奶嘴拧了以后就是六分内螺纹美标的，美国市场可以用的。水管的话不能直接接奶嘴，不能直接，多粗的水管用多粗多大的转接头来转接，四分的就用四分的，一寸的就用一寸的，六分就用六分的。买套装的话是默认是四分的，套装以后接好是这样的，这边卡好接奶嘴，这边万能接接水龙头上面去卡好。如果是要串联的朋友，一定把堵头拧了以后，用专用的六分内螺纹欧标美标的接头奶嘴接上去，然后把串联的接上去，这样一次串联就可以了。